Good morning， 同志们早上好。今天现在已经下午了，刚睡醒，我现在脸很肿。然后呢，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是久违的珠海一日游和我自己，因为我今天刚好要去珠海，所以想说顺便给大家录个视频吧。我最近刷到还蛮多新开的店铺的，所以打算去刷一下，因为我很久没有出门吃喝了。我最近真的就是个肥宅，我已经日夜颠倒很久了。我今天也是久违的早起，所以我们就出门吧。Hello， 同志们，我现在珠海了，我弄完我的事情了，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吃饭吧。我饿了一天了，现在是下午2点多。平时这个点呢，我还在睡梦当中。然后今天要吃一家我之前吃过那家汉堡店，因为他最近在拱北附近开了分店，这样我就不用跑很远的地方去吃啦。最近还是对汉堡有迷之的迷恋，走吧。咦，我进来了，然后他可以扫码点单。我点了个汉堡，一杯可乐。叮咚，我的汉堡来了。我点了一个墨西哥牛肉汉堡，然后还有个他们家新品是鸡翅，我以前吃其他家是没有这鸡翅的。然后还点了杯美式，因为快太腻了。那这家店比之前那家店要大，外面还有一个就是户外区。嗯哼哼哼，很久没有看到化完妆的自己。你们是不是也很想念？我觉得我今年开始特别不爱化妆，不知道为什么。哇！好美食。其实我今天特别想吃蛋糕，你待会让我找一下附近有没有好吃的蛋糕。它生菜非常多，然后里面还有墨西哥辣椒，所以就显得辣辣的。我喜欢吃辣辣的。好可可，这两天是下班，一瓶已经连续好几个晚上都去找他爸爸要钱了，太可怜了。鸡翅，哦，尝尝，嗯。他们这炸鸡翅很好吃，刚炸出来，不错，多汁。我吃饱了，然后现在我刚大众点评找了一家蛋糕店。我现在准备走过去开启我的甜品味。我今天戴帽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没有洗头哦，它是一种装饰。好了，没有洗头，但没有很油，但是我就怕因为下雨天很潮湿嘛，我就怕我出门的时候没有很油，但是回去的时候就会油了，所以还是直接戴着吧。我觉得我戴来戴去还是这个帽子最好看，这帽子是我好多年前淘宝买的，已经戴了很多年了，才14块钱，好像才15块钱，已经没有连接了，因为它已经下架了。
现在来到了北山大院，这个地方我之前来过一次，就这里有点像那个文创园的那种感觉嘛，反正就是很多就是各种餐厅啊，各种店开在这里。然后我刚找了一下我家蛋糕店咖啡店开这边，叮咚，我要吃的就是这一家，差点走过头。预感这蛋糕应该会很好吃。我发现我的人生当中真的没有办法失去甜品这件事情。很可爱，像漫画里的那个焦糖布丁，上面是冰淇淋。研究一下，回去研究一下焦糖布丁怎么做。然后这个是一个玫瑰味的荔枝蛋糕卷，我是为了想吃奶油所以点了它。等等，它掉了，气死了。蛋糕卷很湿润，有个淡淡的玫瑰的味道，然后一点都不甜，真的是完全不甜。他们家很低糖，然后里面还有荔枝，荔枝的果肉，看到了吗？这家蛋糕做得不错啊，这家。很不甜，非常不甜。本人今天非常开心，接下来不用吃东西都可以。Hello， 同志们，现在准备去吃晚餐。我本来晚上今天要去吃一家那个卤肉饭新开的周厂的另外一家牛肉面店，台湾牛肉面就在附近，还蛮多人排队的。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喜欢吃牛肉面的人，特别是台湾牛肉面，台湾牛肉面真的很好吃，所以我想说，不然我们今天晚上去吃牛肉面。所以我们就去一探究竟，那家牛肉面到底好不好吃。这里真的好多店哦，希望这个点去不用排队。这边好多吃的哦，我刚看到好多好吃的，我都不想吃这家牛肉面了，万一这家不好吃我生气。就这家新开的三房隐味台式古早牛肉面，台式古早牛肉面，冲啊冲啊冲啊。我来了，对，我今天要预算的算Hello， 同志们，我就这样牛逼你。
一般，我不敢太大声讲话，因为旁边都是人，太细了。台湾牛肉面应该是有点那种像手擀面那种面，它这个太细了，或者可能要点粗面会比较好吃。但是它的牛肉非常嫩，我一开始会以为很柴，但是它这块牛腱超嫩，它的汤头我觉得太淡了，就你不要看它感觉好像辣辣，其实它不辣，它是红烧味的，太淡了，反正就是不会来吃第二次。总体来说就是可以吃一次，但是不会想来吃第二次。一是味道真的没有想要来吃第二次，二是它有点贵，它一碗68块钱，是真的有点贵。我吃饱了，吃是饱了，但是不爽。Hello，我拐了，我头非常的油。今天就探了三家新店，我不知道第二家那家咖啡店是新开的还是开一阵子，但是那家蛋糕我觉得还可以，环境也还不错，然后也不是很贵。然后那家汉堡呢，是之前吃过的一家汉堡店，他开的新店。那家汉堡是我去珠海路过，就是有路过，不知道吃什么我就会去吃的，对，因为我觉得蛮便宜的，然后味道也还可以。今天晚上那个牛肉面就真的就是一般般，没有说它不好吃，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忘了，我现在已经忘记那个牛肉面的到底具体是什么味道。对，我只记得它那个牛肉很嫩，但是那个面就是不记得了，而且它有点贵，68人民币哦，我叫外卖一碗也才48。好啦，那我现在要准备去洗头洗澡了，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边结束咯。以后我还是化点妆吧，但是总是让你们看我不露脸的视频好像也挺没有意思的，但是可能下一期我又不露脸。很久没有看到化妆自己，我再多看一会儿吧。好啦，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后面是我没有整理的床铺，我建议睡醒化妆就立刻出门，因为怕来不及。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Thank you.